回娘家机不可失，老公作怪竟害惨老婆。他不在的时候，就是我约朋友出来喝酒啊，谁有机会打扫吗？所以我每次都算准时间打电话叫那个打扫阿姨来。扫费好帮手是很重要的。是我老婆回娘家的时候，既然他们回来，我就赶快把家里打扫干净。为什么家里这么香？我是拿来喷垃圾桶的。昨天早上老婆跟我儿子两个变猪头。是还是交给专业的来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打扫阿姨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